老婆，来吃点好的。哇，又做这么大大长腿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，太香了。哇，小两口又做这一锅海鲜啊，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啊几块钱呢。那你给我来100块钱的。100块钱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哎呀，100块钱还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呀？拒绝浪费，从你我做起，一张都用不完。等一下我还要找你呢啊！快，老公啊，给大哥介绍介绍，太香了啊！好嘞，来大哥，这个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膜扇贝肉，三包的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酱的深海章鱼须，两包五颗乌泥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袋酱的蛏黄肉。等一下老婆，今天给咱点工业哥姐再送两只黄金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个9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这不得200块钱的吗？用不了，一张都用不完。